2018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女子组25号将在新庄开打，中华蓝队赛前一天最后的调整备战，最大亮点就是混血强人包喜乐投入集训，将出征本周的琼斯杯。总教 Warner 和 Joy 都表示很期待，看好中华队内线篮板和对抗性大力提升。I was really happy in that our players, I thought, played really hard and really competed. She's tired. She just arrived early this morning, but she always works hard and is such a good rebounder. She'll make an impact. It's hard because she hasn't trained with us, so she doesn't know everything that we're doing, but we're happy to have her and get ready for the Asian Games.大家好，台湾粉丝球迷很高兴回来有这个机会打球，因为其实我需要调整一些东西。第一个就是天气是很大的，然后另外一个球也不一样，因为是一个这个比较滑 ，FIBA 的球比较滑，而且学一下我们的就是战术。琼斯杯中华蓝队是以亚运12人名单为主体，其中就以包喜乐和黄品珍都是教练团期待亮点。比较可惜是后卫文琪因伤退出，无缘在琼斯杯献技。其中第一次入选大队中华蓝的三分美少女黄玲娟，更希望在琼斯杯打出好表现，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就绪。紧张还是会有一点，因为毕竟今年我在的团队是在中华蓝，对，也是我第一次加入，所以我当然就是把自己的神经就是抓到最紧绷，对，就是无时无刻做好要上场的准备。那一上场，我就是能够尽全力有最好的表现这样。中华蓝这两个月先后到日本、韩国异地训练，加上在琼斯杯还要碰头印度、纽西兰等外队，将是中华蓝队前进亚运相当好的实战验收。湾的教练着重的防守体系以及享受篮球，究竟整顿的如何？就请球迷拭目以待。邀请你们来看我们琼斯杯，今年的比赛一定会很精彩。体育讯吴俊和洪浩君采访报道。